感谢神的恩典。好，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约翰二书的内容。那约翰二书只有一章。那其实我们在上礼拜在介绍导论的时候，其实大概导论的部分也已经涵盖了这个整章里面的主要的论述。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还是不厌其烦再一次的用每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节一节这样子来做一个分析跟查考。那整个在约翰二书的一个主题基本上是真理中的爱，真理中的爱。那当然这个真理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命令，神所交代的交托我们要去遵行的这一切的律法或是相关的规范。那当然另外一个就谈到了彼此的相爱。那彼此的相爱是神给我们一条既旧又新的一个命令。那也其实我们从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里面我们也知道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基督门徒的一个记号，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和爱神的心得以完全的一个证据，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基督的教会一个基督的团契如果没有彼此相爱，那其实我们所做的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是从圣经的一个标准来看。那当然我们在谈到相爱，相爱那当然我们看社会的社团里面或是某一些团体他们也很讲求彼此的爱，甚至也会去多多的行善，行出很多的善事来。那当然这是也有相爱的一种行动。但是呢在圣经上所强调的彼此相爱更是在真理的基础里面的，是按着真理而行的。而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圣灵。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根据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了解。所以在约翰二书彼此相爱遵行真理就是其实他告诉我们的就是防备异端迷惑最佳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查考这第二书里面的内容。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段落是在爱中的一种问候，一到三节。那首先第一节里面是谈到了牧者跟信徒之间的爱，这边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那因为这个二书三书其实还有一书基本上虽然都没有指出作者的名字来，那但是我们跟约翰福音的比较跟启示录的比较基本上他应该就是使徒约翰他的一个手笔，他所写的信。这时候他已经年老，大概将近90岁的人了，所以在这个时刻他是90岁左右的人了，所以年纪非常的大，自称长老也是非常的合适的。这边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那太太或做教会，在导论的时候我也介绍到有一般来讲有这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这个太太就是指着教会。那另外呢用字义上的一个意思，太太就是指着一个姐妹，而且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个姐妹的家里面。那所以这个是大概两种的一个看法。那在这一章里面我大概主要的是用教会的角度来看。好，那这边说做长老的他写信给这个教会，蒙拣选的教会。那我想这个正本来就是做长老从神那边来承担的一个托付。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里面就谈到的长老的一个责任就是承担牧长，牧长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承担主所托付的一个职责来牧养教会中的这些羊群正如在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那一次的显现当中与彼得的对话他问彼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并且把交托把牧养群羊的责任包括这个成年人的羊还有这个小羊都要来牧养
这是神所交代牧者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边这个牧者约翰他也是来表达了他跟这个教会之间跟这些信徒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第一节这边所说的，是我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在这一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呢，他说这些信徒是他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这个字基本上就跟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说的诚实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字。那有时候这个加上一个冠词的话那这样子一般来讲就会把它翻译成真理。所以诚实诚心那跟真理基本上是同一个字根。那它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类似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所以诚心也可以做真理。那在这边因为没有冠词，所以一般我们就把它翻成真实的或是真诚的诚心的，所以真诚心所爱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也可以说就是这些门徒信徒就是他在真理里面所爱的，那是从出自于心里面真真实实所爱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这边说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一个爱真理的人，拥有真理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发出了这样子的一种爱。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常常读到耶稣就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他耶稣是真理，这是主的宣告。那我们再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五章，这个应该在隔壁，我们就看一下五章的第七节。这边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也谈到圣灵又就是称为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就是真理也是真理。所以这边说在一切知道真理的人，也可以说是一切能认识耶稣的人或是一切能够体贴圣灵意识的人他也会这样子的来彼此的相爱，来爱他的弟兄。所以在第一节里面这边所谈到的这个保罗这个约翰他这样子对这些写信的这些教会这些信徒表达了他对他们的真诚，在真理里面的一个爱，在真理里面的一个爱。那其实为什么会用开始的时候用这样子的一种形式来做一种表达呢？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后面的一个内容，接待这个外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这是一种相爱的表现。当然不单是爱弟兄姐妹，爱神的仆人当然也是在爱神。但是这个爱如果应用的不当的时候，他可能接像这一章里面所谈到的接待了不该接待的人的时候那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传违背真理的事情，那你接待他，你等于就是帮助他来散播这些违背真理的教训，那这个基本上就失落了真理也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虽然神的命令包括了这个彼此的相爱，你好像遵守了这个相爱的道理，但是呢却不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所以呢其实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的强调关怀，正是因为教会遭受到了真理问题的一个考验所以特别写信来提醒教导他们所当行的道。那受信的这一个教会或是这个家庭他们都不但是这个约翰诚心所爱的，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爱的，不只是神的仆人会爱他，其实所有热爱真理的人都会爱他。那这个更是强调
在教会、教会信徒与信徒之间那一种真实的爱。这是第一节里面所表达的。第二节里面我们再来看，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其实我在讲义当中有特别提到，原文的直译其实比较简单一点，因为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并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这个是在原文圣经里面大概只有这样子。我们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加上了第一句话，爱死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主要的它可能是接续的全面这样子作者的一个意思，所以他把它这样子加上了这样子的一个阐述。这是说明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基本上是因为这个是建基在真理的一个土壤当中。如果不是在这个真理的一个土壤当中的话那也就是像这个那这个他就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获得所需要的一种养分。好像这个种子它要在一个真理的这样子肥沃的一个土场里面，它才能够去长出来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一节里面大概可以的了解那这边也从这一节里面也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真基督徒的合一的唯一的基础也乃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够带出一个神的圣爱那真理是内在的一种力量，圣爱其实就是这个真理所外显出来的一种实质这个是在这个第二节里面大概他用这样子的加上这样子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基本上也有更这样子的一个意涵。那在第三节里面恩惠怜悯平安我们也在很多的经典当中看到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在问安最后都是用恩惠跟平安。那偶尔那个教会里面落在一些问题或是苦难当中的时候这个问安就会再加上怜悯不单是在这边的约翰是这样子，在保罗许多的书信特别是在这个应该在教牧书信里面也多半就是在苦难当中的一个教会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一种问安的一个模式有在看像提摩太前书就是用恩惠怜悯平安这样子的一个问安的一个模式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一样那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其实我们都也看到有一些传假道的这些假先知存在教会所以一方面除了这个恩惠平安这个作者也都特别在强调怜悯那在犹大书里面他也是要勉励我们我们看犹大书的第二十节在下面的一章一卷二十节的这边第二十一节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有时候在这种有异端影响的教会当中真的要格外的来仰望神的怜悯所以呢在这边的一个问安的一个话语当中他就用了恩惠还有怜悯还有平安那恩惠的意思其实就是不配得的恩宠恩典就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的但是神特别赏赐给我们的这就是恩惠那恩惠呢其实是出自于神的这个美善的一种心意那神这种心意借着怜悯来表达出来那我们每一个领受的人我们就是透过平安来加以去体验也就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惠这是神出自于怜悯的这样子的行动所表达出来的以至于带出了我们真有的真正平安的一种体验那这个是在这一节里面我们有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应用跟说法那这边谈到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在这边同样的这个恩惠怜悯平安之所以临到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
我们是在真理跟爱心上的。好，那这个是这个是这些恩惠怜悯平安就会常常与我们来同在。所以一到三节基本上就是一个问安的话语，那是指的是强调的在真理当中的一个爱。那四到六节里面呢，他从这三节里面我们一直看到的就是主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第四节，这边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我就甚欢喜。这边长老表达了他当他看到了信徒遵行真理的时候，他蛮有喜乐。我想这个是许多的所有的牧者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愿。那当然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处来表明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仆人这个神仆的一种心愿。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好，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好，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得救的圣徒我们在最终的时刻我们都可以一起站立在主的面前那这就是这些仆人们他们的喜乐。我们再参考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作者提醒这一些信徒信徒，我们看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在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神的仆人看到圣徒们能够成长他们能够站立得稳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圣徒，他们是如此的喜乐呢？因为神的仆人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在交账的时候这边说你们要使你们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忧愁的。那这个阶段就是在我们所牧养的这些神的儿女们，他们是不是能够为神所悦纳，他们是不是能够 得救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关键因为这个，所以神的仆人他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就必定会这样子时时刻刻的警醒警醒他必须要警醒这样子的来预备来教导来劝勉为的就是使将来在交账的时候他能够没有忧愁所以在这边长老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因为看见神的儿女不断的在遵行真理那为这边的因为他的一个用词是属于这个现在式，所以现在式的话就是一直持续着，就是一直在遵守着神的真理不是这个听这个表现好的几天然后后来几天又表这样恍恍惚惚的并不是的，他们是一直都在遵行真理所以神这个约翰就非常的欢喜这是第四节里面的一个意义我们信徒能够按着真理而行，能够做成得胜的圣徒，的确这是牧者最大的喜乐跟荣耀在约翰三书的第三节里面其实也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是针对另外一个该犹弟兄我们来看第三节，说有弟约翰三书的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喜乐
这个做长老的看着他，看着信徒按着真理来行，就非常的喜乐。好，这个是在第四节约翰二书第四节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意义。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太太啊，也是教会啊，或是这个姐妹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那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当然就是旧命令，但是其实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个命令的有效性一直是到现在仍然持续的，持续的。好，这边约翰作者他所表达的是，当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一个命令，这是一个与真理紧紧相连，一定要谨记在心上的。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其实它的主题也是同样的这样主题。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这边就是在强调，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个跟二书里面讲的一模一样。不过呢，他后面又继续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这个命令就是我们所听见的道，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听见了这个道来信的主，那所以我们领受了那样的一个命令。第八节说，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那他接着说，那我现在写给你们的就是一条新的命令，但是写给你们的是什么呢？也是彼此相爱的道理。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旧命令，从起初神就已经颁布，已经教导，是我们要来遵行的。那但是呢，它永远是一条新的命令。那旧的命令基本上是新旧，基本上是从始可以从之所以旧，是因为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从时间它是从前就颁布的命令，所以它不是一个新命令。但是就真理和永恒来说它永远是一条新的命令。什么叫做真理？如果可以随随便便改变，那就不叫真理。当然真理有时候是有科学的真理，有信仰的真理。科学的真理我们现在可能奉为圭臬，但是可能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它被另外一种理论给推翻的时候，那它就不是真理。那信仰的真理基本上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一本圣经它如果从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的话，大概是在主前的如果创世的话，它是主前的四世纪的主前的四千年的时候，然后呢亚伯拉罕大概在主前两千年的时候摩西大概在主前1400年的时候那耶稣的话是在主现在距离现在是2000年那他是就是我们主前主后，就是用主的降生来看，所以主耶稣也是2000年的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哇，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从这个从现在的6000年前开始，它就一直传到现在。那我们为什么还在读这些东西呢？那如果它是时时刻刻在变的话，那么基本上它就不是属于真理的层面，是属于可能风俗或是一些生活的一个规范或是在不同种族不同世代里面有不同的道德的标准那这个当然也许就不能构成是一个真理。那如果是真理，信仰的真理应该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所以这个是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说，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有什么真理研究还在探讨，是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对这些真理可能并不够熟悉，所以我们或许在某一些东西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够真正的守住真理。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应该要理解的。所以第五节里面就告诉了我这个约翰二书的第五节
啊，这边就谈到了，啊，这个是一条啊旧的命令，啊啊，旧的命令啊。那但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也是一条新的命令啊，在旧真理的跟永恒的角度来讲，它是一条永远是新的命令啊。那在第六节里面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啊。这边其实有一点老舍，好像还是在讲同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四章，我们看这个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再看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呢，这人就是爱我的。哦，不管是我们因为爱神而去遵守命令，或是我们遵守的命令，我们成为爱神的人。哦，那其实啊，哦，这个爱神跟遵守神的命令是绝对不可以分的。前面在讲爱神、相爱、彼此相爱的道理，这边在强调啊，哦，这个从要遵行神的命令，然后第六节就是把遵行神的命令跟爱又把它连接起来。遵行神的命令就是在相爱。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是遵守了神的命令。所以这个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角度这样子来说。但是就是说，爱神的人就遵守神的命令，凡遵守神的命令，其实就是爱神的人。好，那这个是我们好大概在这边这样反复读到的。好，所以主耶稣指出的爱神跟爱人，就是最重要、最要紧的、最大的诫命。好，那这个爱主的人就必须遵守主的命令，去爱人如己，爱神跟爱人如己是不可以分开的。好，这是整个律法的总纲，就像我们的十诫里面前四条。就是指向着爱神的部分，后六条指向爱人的部分。爱人的部分其实是建基在前面爱神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来了解。好，那的实践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好，所以神爱神爱人，这就是神命令当中的一种精神，好，这是我们一定要遵行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这其实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其实就是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二书的一个目的，因为有假师父、假先知进到了他们当中，那而且教会有些信徒在接待他们，那这个基本上这个使教会陷到一个危机里面，因为你教会接待他们，他们自然就在教会里面来服事，就在教会里面站在讲台上面来宣达了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如果懂得道理的弟兄姐妹听了之后，一定是气愤填胸，填膺，然后一定是愤愤不平，甚至要可能要跟这个讲道者的来论道，那如果说这个基本上这个如果有一些人受迷惑了，反而加入到这个政局里面来的话，教会就分裂了。那一些如果这个。如果没有坚持好的话，这个整个教会就变掉了，变掉了。甚至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懂得真理的人，愤而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也说不定。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必须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约翰在这边为什么要提着连接待的事都不可以？因为你的接待就是让这些假先知、假师父有可乘之机，能够用他的教训来迷惑人。好，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导论的时候是有谈过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这个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好，那这个在二书里面，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哦，最主要他们是对于这个承认子的身份他们起了很大的一个偏差，所以他们这样子不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道成了肉身来的在讲义当中有谈到说在这边有谈到说那一些迷惑的人出来了，这个出来意指着他们也像的那一些传真理的宣教士一样，就像使徒约翰啊、彼得啊、保罗啊，他们都是后来都是成为一个宣道的使徒到处来传讲真理，有的往外邦教会去，有的往犹太的基督徒那边去，所以他们都到处的来宣扬真理。那但是呢，这一些传假先知呢，他们也非常有热忱的在传扬他们的异端然后当教会有人相信的时候或是这些领导者相信的时候，他们就操控了教会那在第约翰三书的第十节里面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所谈到的那个教会的领袖丢特悔，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已经被这个异端迷惑，所以当使徒来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是不接纳使徒的，有人接纳他也把那些人赶出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异端所带来的就是教会的分裂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前几年当中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年总这一边那这个是我们也要谨慎的好，那这边说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来这个字是现在的一个官身主动词的一个主动义的一个分词，那这个这样的文法其实就它是强调的这个神一直是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上面，也就是道成肉身它不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然后发生了就不是了，这个当这个一次发生的时候呢道成了肉身的这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永远的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好，所以在这边这些假师父他们不认基督是成了肉身，基本上他们是公开的来表达他们的不信并且积极的说基督并没有成为肉身而来。成为肉身是什么意思我之前有特别提到克林陀主义他们强调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童女这个跟约瑟不是童女，就是玛利亚跟约瑟这个经过夫妻关系或是说至少是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有夫妻关系，所以他们才生出了这样子耶稣来那所以耶稣不是圣灵怀孕而生，让这个玛利亚怀孕而生那这个就完全的跟我们的真理是大大的相悖。那把基督跟耶稣分开，一个是历史的耶稣，一个是信仰的基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信仰的基督当然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只是一个人的身体被这个圣灵所利用进到他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在世界上行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喊的伊罗伊伊罗伊拉巴撒巴哥大米，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你看耶稣都说神离开他了，所以那时候基督离开他了，所以他那边痛苦的在十字架上死掉了，所以在十字架上死掉的只是一个真实的人，普通的人耶稣而已，神是不会死，基督怎么会死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克林陀主义，那也就是在诺斯底思想当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支那这个就它的主要的就是不认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
这个来讲，他们把它视为是一种荒谬，错误的一个论述。那其实他们才是大大的错。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七节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异端，他们的主要的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们看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句话对我讲，对我，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看到谁会受这些异端的影响？当然有一些对道理不深的初信徒是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所谈到的好像都不是从那些初信者当中出来的，即使他们可能对道理误解，但是他们对教会的影响很少。但是呢，当如果是在教会里面已经经营多年，已经担任教会重要干部啊，甚至是传道人的，如果来变质的时候，哇，那个可怕度就很高了。特别是有恩赐的传道人，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成为这些信徒的粉丝啊，甚至呢啊，这些信徒们对这个传道人所说的每一次听到都非常的感动。那当然这个传道人基本上是非常的有恩赐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所传的道理可能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感动人的，甚至可能写了很多的文章，出了很多的著作。但是如果他不谨慎的话，他最终还是可能会被魔鬼利用，成为假先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因为神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监督应该就是指着在教会里面任职的这一些担任管理责任的这些人，特别是长老，他们当为自己来谨慎，也就是说他要自己要很谨慎，他也要为全群谨慎。自己的谨慎很可能就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啊、情欲啊、各方面生活啊，一定要谨慎啊。那为全也要，就是为自己的，也要为全群、为整个教会的，因为你就是呈现在教会的面前。这边说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们看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啊。这当然可能是外来的一些影响者，但是在三十节里面去告诉我，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好，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有从内而外，从外来的，有从内而来的，而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成为了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对教会产生了很多的影响。那这边是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做过去所做的功，其实我们可以得到神许许多多的赏赐的，将来我们可以得着满足的赏赐的。但是呢，当我们受到这些异端影响的时候，这边说哇，我们可能就失落了这一些赏赐。所以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了你们所做的功。如果失去了所做的功，就不能得到赏赐。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坚持在正确的信仰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我们所做的功要蒙神的纪念，神要按照我们所做所行的来奖赏我们。这是第八节的一个意思。第九节里面是提醒我们要分别异端，要分别异端。那分别异端呢，是有诀窍的，有要诀的。我们看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的，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在第九节里面，分辨的基础是根据基督的教训而来。这个基督的教训如果有越过或是偏离了，那这个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成为了异端。
那到底什么叫做不偏离，什么叫做不越过呢？我们可以用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里面，保罗有提到了纯正话语的规模，还有神所交托我们的善道。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共信之道，这个共信之道应该是从起初神透过圣灵建立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成型的，而且也借着这些真理一直在借着福音这样子带出来，使很多的教会这样子被建立起来。那个就是我们的共信要道。但是呢，我们看到后来有很多的不同的道理就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这样子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么快的时间你们就把这个道理给改变了呢？所以呢我们注意到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那如果偏离了它，就是这个成为了异端。所以这边说越过教训，也就偏离基督教训的，没有不常守着的，那么其实我们就没有神。这个什么叫做没有神，什么叫做有神呢？就是神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问题的意思。如果我们遵守的这些教训，我们就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有亲密的这样的关系，那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将来就能够被父神迎接到他那里去，我们就有神。这个有神可能也指向着我们将来就是能够被神迎接来到神的永恒的天国。那这边说如果我们常常守住这个教训的，我们有父就有子。那所以你不认子的话，其实就不认识父。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当这个这个腓力他在说当主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边当耶稣宣告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然后也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你们若认我，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是主耶稣所宣告的。但是呢，腓力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已经这样明明说，看见我就是认识我，就是认识父，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然后呢，腓力说那求耶稣将父显给他看，他就知足了。所以才会有第九节耶稣对腓力所说的话：我跟你这么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所以这个耶稣很清楚的表明认识他就是认识父，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所以我们其实有子我们就有了父，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第九节里面所提到的。那第十节到第十节里面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接待那些传异端者，对那些传没有错误教导的人不可错用爱心来接待他们到家里来。那因为这个接待家里是一种对这些传道工人的一种爱，也是对神的爱的一种表达。但是如果接待错人的话，那么就变成只是这个乱爱了，就不是真理里面的爱了。所以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应该接待他家里，甚至也不要向他们问安。那我在导论的时候也提到问安基本上不是说只是跟他们说打个招呼或是怎么样。那当然其实我们也不必特别要跟他们打什么招呼了，但是并不是说你见到他的时候就要骂他或要干嘛的，我想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因为在当时他们的问安其实就是用这个拥抱亲嘴这样子来表达这种爱，这种问安，这种关怀，这种接纳。所以圣保罗才会一直说这个彼此问安勿要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问他们的安不只是礼貌上的形式或是认同，而是表达的接纳跟欢迎，并愿意发展情谊的意思。
所以问他们的安犹如与他们同伙，就在他们的恶行上面有份。这是十一节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好，那最后的十二节、十三节，好，这边就是盼望跟问安。好，那在这部分，在第二书跟三书里面，他都用了同样的一个文啊，这个表达的一种方式。好，好，这边谈到说，都最后啊，作者都表达了要盼望能够造访啊，能够当面的谈论。好，哦，在这边我们啊。这个作者都提到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写信给你们，但是呢 要写给你们，但是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纸墨，纸墨就是纸，就是蒲草纸，是用蒲草的茎来做成的，那它很容易取得，价格也比较便宜，不像牛皮羊皮很贵的。然后这个墨呢，就是把这个混合的碳，就是把这个碳粉、水还有一些粘胶或是油把它混合制成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写在蒲草纸上面啊。那这个就是一当时的那些书信啊，那当然那些书信基本上都很笨重，也不方便啊带来带去的，然后带来带去的时候也很容易啊这样子在翻的过程当中就损坏了啊。那这边说，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以你们当面的谈论，当面的谈论。好，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复活向门两个门徒显现，跟他们一边走一边谈。好，那时候他们就说，哇，他跟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不是心里非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激动吗？我们不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有感觉吗？好，那所以这个当面的谈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甚至也是一种教导的方式。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在由这是以色列后来成为以色列的教义方针哈，第六章的第七节，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都要谈论哈，都要谈论，就是我们能够这样子当面的谈论那其实在激励信心、坚固教会这方面是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的并且也能够使对方能够喜乐因为这个教导所带出来是教导是真理真理会带出真正的喜乐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这个作者他期盼能够很快的就去拜访那个姐妹或是当地的教会以他们来当面谈论当然谈面当谈论就是指更细一步的去谈谈这一些的问题这一些的问题那来劝勉他们做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作者表达了希望能够很快就去访问来当面的讨论那最后的十三节就是带蒙爱的信徒来问安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看每一封的书信后面作者刚那时候如果在哪里他就会代替那个教会的信徒或是跟受信的那个教会信徒一些认识的人刚好就在保罗身边的话他也会为他们像对代替代表他们来一直问请安所以这是带蒙爱的圣徒来问安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说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也问你的安那这个如果用个人来讲这个姐妹就是可能是这个居里亚的一个真的是姐妹那当然我们可能就是另外用象征的说法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教会跟另外一个教会中的信徒也能够问你们的安那这两个教会之间应该是很有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在这边就彼此的这样子来问安好那我最后来看这个结论呢在结论的第一点里面我谈到对抗错谬教导的做法主要不是将异端加以详细的解剖跟分析在这边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作者约翰他怎么样去告诉哇那个道他们不认这个道成肉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理论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要很谨慎的之前在年总所发生的问题我个人有一点觉得非常的不好的就是本来那个魔鬼论大家都不认识不晓得是什么哇但是哇
很多的人为了要解释他的错误，把这个魔鬼论大肆的解释，让几乎每个人听到的都是在听魔鬼论，不是在听正确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方式。其实错误的东西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包括逻辑，包括刻意的扭曲的东西，或是一些神学，或是一些哲学，或是一些神秘主义，它可以把任何东西加在这里面来。那我们要去了解它，我们最主要不是要去了解，很多人在还没有了解真理之前就先受了这个魔鬼论的教导，那结果哇，他反而不太懂得真理，反而对魔鬼论很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主要的我们碰到的异端，当然异端他所论到的主题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把那个主题的真理的主题把它讲清楚。那不管他怎么样去扭曲，你只要真理跟这个真理违背的，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错的，你就不要去理他，你也不要去说哇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有的人真的就是越研究，哎，他 越有道理啊，因为有很多人都是用逻辑出发的。但是我们的圣经其实真理不是靠逻辑来推论的。哇，所以哦，这个哦，这个哦，你善一定有个源，这个恶有源头，善一定有源头。那恶的源头是什么？哦，神又不会造出恶来，那恶一定是自存的。那这样子的话就糟糕了。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面对的这个，我个人的一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只要把真理讲清楚就好了。那个这个错误的道理哦，就用真理去把它带过去就可以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懂得有了真理的根基，即便我们在详细听到的这个一些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去说阿们，不然的话可能你不小心你就被引诱去。好，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好，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我们针对的异端最主要的不是要详细去解剖它分析它，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知识已经建立在了里面了。你要专注于正面真理的一个宣讲，并且相信这行动的本身能摧毁消灭错谬教导的一个基础，这也就是新约作者都持守的一项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对那些异端描述的很详细的，不必，他已经偏了，偏一点也是偏，你就把真理教导给他就好了。好，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在结论的第二点里面，遵行真理，实践爱心，是我们从主所受的命令，是有真理的圣灵之人必须结出的果子，也是爱神之人藏在神的爱里面的一种保证。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真理，我们一定要实践爱心。好，这是在二书跟三书里面的共同的主题。好，那当然我们在十二月份里面，我们还会利用三次的聚会来把三书的内容也查考完毕。虽然主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至少把圣经给弄得更清楚一点，讲的内容更理解一点，那我相信对我们都一定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边，来唱诗。